守得漂亮。嗯，还有反手。我想今天日本队啊，一方面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节奏打不出来，对方的攻势又强，因此啊，以往我们在每天的比赛，像我们也在每天的每日战报把这个集齐的失败锦标赛的一些精彩画面介绍给大家，都有一些日本队防守很精彩的一些动作，好像今天到目前还没有看到说几个说日本那种怎么打都打不死那种的画面。对，只有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经营脖子比较多一点啊，中间的快攻，日本的机会，大学还是被挡回来，还不开，还是掉不开了。今天的男友真的是不行。嗯，后排来一个左转命中，终于成了。哇，这算是今天打的比较久，而结果是日本队赢的一个球，6-13。对的，很辛苦啊，日本队。刚刚就应该把那种球调给那个佐佐木去打的，因为今天他的得分率蛮高的。再是一个台阶，再拿一分，7-13。大玄这几个球就比较来佐佐木的发展。到短球救起来，好球！大前一球美再是一个他需要的打法，替日本队添一分。其实大前一球美他真的就是蛮喜欢打靠网球，然后呢就是身体是斜的打他需要这样子的球。中间的快攻队也没有配合，日本的机会有，大前再来一个，再是他需要。9分拿到，日本队是第三局的后半段慢慢找到了一个方法。对，看看现在有没有从这个把分数给拉近。哎呀，这球球都做得不了，哇，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光是看到啊 Jerry 是准备要扣杀，所有的防守球员都已经退到老远的地方，金云脖子啊扑上来啊，已经为时已晚。克莱西亚早就要拿上了球权，好球，大学运球呢，哎呀好可惜、哎呀，这球出界了，可惜啊，想要转一个直线打一个平行长攻啊，这球出界，14分让克莱西亚拿到。吞下去，吞下去。保住了一线生机。后排。孩子出去。这今天的日本的那个气啊一直没有办法延续的很久。对，断断续续的。啊。2-3分以后就又出现状况，大学这就被救起来，哇、哦、好球，还有踢到了铁板，这球让克莱西亚还是靠着坚强的防守啊再下一城。这场比赛结束，克莱西亚赢得了比赛胜利之后呢，将能够在明天12号啊跟意大利来争夺这次第5名的席次。我们稍微休息片刻再回到现场。